盘点阿拉斯加五大冰川，探索自然奇观，领略冰雪世界的无尽魅力。一、冰川湾，长约80公里，拥有16条潮汐冰川，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，是自然与海洋交汇之处。游客可以乘坐游轮观光，感受冰川的壮丽与神秘。二、马塔努斯卡冰川，它长43千米，宽6.4千米，终点是马塔努斯卡河的源头，可以近距离徒步观赏，也可以驾车抵达，是冰川徒步爱好者的不二之选。三、哈伯德冰川，它是阿拉斯加较长的浪潮型冰川，发源于近4000米的高山，全长约122千米，冰川直接入海，游客可以乘坐游船或直升机近距离观赏冰川的雄伟与壮丽。四、马拉斯皮纳冰川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路冰川，长45千米，宽65千米，面积可达3900平方公里，冰川表面呈现出黑白相间的线条，形成一幅巨大的抽象画。五、肯尼科特冰川，源于布莱克本火山，总长42公里，总面积约387平方公里。冰川融水形成了冰斗湖和小溪，与周围的火山、雪峰构成了一幅冰与火交织的画卷。盘点阿拉斯加五大冰川，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神奇。